赔了啊？怎么还伤俺了呢？最近去你公司见啊？什么什么什么事儿？你就说就完了。чтобы просто сильно вновь бы помочь. Вендо, мы можем увидеться с моими друзьями, и ты скажешь, что ты мой парень. 怎么了？我做你男朋友。一次，пожалуйста. 不行，我是你姐姐男朋友，我是1680，понимаешь？Понимаю. 不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姐夫软肋，不能让你去挑战。哎呦我的妈！不可以。为什么？不可以啊，小姨子。那不是二十分钟，我就把今天。啊，少三个小姨子，少三个。行啊，就一天啊，多来几天，好好说。到外头。哎，别整这事儿，小姨你别整。声音太响了，你说呀，这外国小姨子呀，她到啥时候她都开放啊？你说哪能领自己姐夫？你说装男朋友啊？你说我这人呢，我也是装足装最像，我装姐夫我也头一回呀。今天你说她这小同学，你说这俩小死玩意长，你说哪像咱国内17、18的？那长相20来岁的，对我那也是眉来眼去的。咱家为啥说咱家小姨子好呢？咱家小姨家教严，不让处对象啥的。这俩小玩意儿，你看那对象是那中国的小哥哥啥的，直问他，哎，你搁哪处的呀？还有没有了？给我介绍一个呀。